楼下超市发现一抹魔法书，我天，还带了密码锁呢，旁边还有锁，什么宝贝，竟然还得双层保险钥匙，听起来没啥声音啊。不行，我得买个研究研究。走，先站起，拿着魔法书到家了。贝贝，你在看什么呢？怎么还哭了呢？美美，这个小狗狗好可怜。什么呀？孤独的小狗？小狗狗它好希望有自己的朋友。美美姐姐，幸亏你把我带回家了。啊，不哭不哭，我们贝贝真是个善良的孩子。看，正好我买了本魔法书，里面好像有宝贝。什么宝贝呀？打开看看就知道啦。这个密码锁能动，不过怎么没有数字呀？不会是个假的吧？先把下面的钥匙打开。我说哪个老六想出来把钥匙锁在锁上的？两个像个小宝贝儿。我去，我开锁了，你可别偷看我密码啊。什么保险箱里我那10万块钱呢？怎么变成了小糖豆还有两个小彩笔？下次还不错，贝贝，以后可不许再给俺起外号了。一本小册子，我去，竟然是猪猪侠。丢的10万块钱交给我，所以你给我看丢了。来吧，让我这个猪猪侠小影迷给他上个色。美美，你有一处出错了。啊？哪里出错了？就让屏幕前的你告诉美美吧。那美美，这本魔法书可以送给我吗？你要这个干嘛？这个是秘密。啊？你还藏秘密呢？那送给你吧。你们说小贝贝会有什么秘密呢？